今天要来介绍的是温哥华的耶诞市集。记得先在网络上购票，周末晚上人比较多，它是一个时段放一批人进去，所以整点的时候看起来很多人，但实际上不用等很久。是温哥华的耶诞市集，然后它是每年的圣诞节都会举办，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。今年好像是11月就开始了，然后到12月，然后这个是要门票的。那这个门票一次进来要20块，如果是成人的话。那如果你买机票的话，差不多加税的话要40块。然后现在就跟我们一起来逛耶诞市集吧。There you are. Happy holidays. You need that in a month? Yeah. 挺好喝哎，好喝。如何？很好吃，跟台湾的德国猪脚一样吗？它外皮是脆的，然后它烤过，它感觉是用猪油然后再炸过，是蛮有点硬的，但是我觉得好吃。你推荐吗？还行，因为这个14块，14块可以，给的蛮有诚意。你要给几分？1到10给几分？我觉得应该有7分。7分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可以加这个，加这个，这是什么？酸菜。哦，可以加这个酸菜。它酸菜酸吗？没有台湾酸。嗯。是不一样，不会那么腻。免费的一定是最好喝的，等一下就来试试。好喝，好喝，什么味道？奶的味道，奶奶有松露吗？松露，哇哦，松露，蘑菇的味道，很浓的蘑菇浓汤的味道。嗯，好喝的，是好喝的。这家是卖热红酒的店，还可以加购专属的马克杯哦。超冷，快冻僵了。哦，大概。